挑战在前女友开会时给他发羞羞的消息。收到了。他就是很明显的，他再发一条。我的天，这家公司规模这么大，这公司不能发这么高的年终奖金的。他是你家吗？他不是我同事，我同事有亲戚关系吗？你让他来，这公司来把大的。你要这么说，我是对象的事儿，我得帮你。那你说我的事儿，他们知道了，就跟定了。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是公司销售，我是公司，我得把上个月季度文件拿过来给他看看。你看看我的业绩文件，对，我的文件送给他。啊！不是你干啥呀？不是你不发信息吗？啊？啥信息啊？哎，你在里面开会呢，你干什么？装傻是吧？你没呀？哎哎，你干什么？回家啊！啊！